回到音乐时间内，我把它贴上来。好，贴上以后呢，我们看到下面呢都是产生 B 阳，有 B 阳呢就代表呢这不是我们要的。啊，我们先选个档，然后呢鼠标直接在这边做，鼠标在后面按一下，按一个 delete 键，再按一个 delete 键，按一个 enter 键，啊，这样就好了。鼠标呢移到后面，按 delete 键。一个键，鼠标呢再按一个 Enter 键，鼠标在后面 Delete Enter， 好，这样就做，对的，先把这几个呢做的好，好，给我，好，你如果不行呢，就复制一个贴上，按一个 Enter 键，复制一个贴上去，按 Enter 键一样可以做，好，就看你这种呢方法不同，马上效果是。